哥之前对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是什么？送花，然后首饰这样，蛮浪漫的。但是我还没跟你说，他每次躲那个花在我洗手间里面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早上起床是不是第一次的事情要去洗手间？一年三四次就是那个花会在我洗手间里面。然后每一年都这样。对，都是一样。我就觉得很幼稚，很幼稚。然后很无聊。你有讲出来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当然我还是跟他说：“你好用心哦。送给你的花，谢谢。我们的贵宾有几个女的？三个。那我们可以有三朵玫瑰花送给他们。我呢？我呢？哦，还有你哦。你忘了我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我送别人的，这个是我送你的，这个是我送你的。哇！很多花哦。这个中文怎么样说啊？兰花。哦，兰花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要买兰花吗？为什么？忠贞不渝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不懂。不懂，对不对？忠贞不渝呢，意思就是说，终生只爱一个人，很忠心。哦，忠心耿耿。那就要买多一点对，买多一点。